如果车子的外观也能够像换手机壳一样的更换，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最近日本的知名车厂就推出了让车主可以自由更换外板的轻型敞篷车。今天的日本传真带您去看看。以生产轻型汽车闻名的日本汽车大厂大发工业发表最新敞篷车，这款名为 Copen 的两人座敞篷小跑车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像换手机壳一样更换外板，除了车门，全部的外板都是由树脂制造。単なるスポーツカーではなくて新しい価値と形ということで訴求しておりまして、自分のライフスタイルに合わせて長くお乗りいただいている中で形あるいは、自分の思いに変えられるというところがですね、ドレ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という言葉で、やらせていただいてます。去年六月，大发首次推出可换装的敞篷车，在汽车业界掀起波澜，引发高人气。而受汽车税率提高影响，日本国内的新车销售数量已经连续五个月下滑，各大车厂纷纷发表新型车款，希望提升买气。新唐亚电视日本东京报道。